小白雪人。Something rip.啊，他今天是要搜集材料，然后根据他的提示去找到他对应的材料。啊，它里面有一条线索是 ，a bottle contain someone's phone， 就是指这里的罐头。然后它有一条线索是 someone's red bell， 就是这里的铃铛。这是那种16进制的颜色代码是吧？那种255255255的形式，把它变成16进制。动魔方。